焦糖饼干啊，一箱是400克的哈。但是这一个的话比较容易压碎，如果你们不怕碎的话就可以去拍呀、啊、就那样，它很酥很酥那一种，嗯，特别酥啊，9.9块一箱，嗯，但是特别好吃。它有一些就会碎，有一些就不会。一吃就按上了。我这是放了一半，还有一半没放了。